我们的家庭新成员两只小鸟。もしこの動画が好きだと思ったら、いいね、コメント、シェア、お願いします。好的，我是瑞坤，欢迎这边收看今天的每日三时间。在今天的吃饭之前，干件大事，我闺女一直想要的东西，今天去把这东西带回来。今天你想买什么？那你走了。今天你想买什么？今天想何を買いたいで？鳥ちゃん。鳥ちゃん買いたいね。はい、じゃあ出発。進化。对，就是这家店。在来那个啥吃饭之前，先给我闺女买个小宠物。我跟我闺女，我俩都是对猫还有狗，这些动物过敏。但是我们想买宠物，但是不能买。走。红德。可爱一些。啊，小狗。哦，可爱。你看那小狗靠不可爱呀？猫がいた。はい。はい。あ、いた。看小鸟。小鸟。あ、小鸟在这。餌と思ってるよ、これを。これいつも餌と思ってるんだ。あ、小兔子。あ、还有老鼠啊。啊，小兔子。小兔子也挺可爱呀。你感觉颜色？リースこれ。そしたら絶対この子ら二つまとめて買わなあかんの。見てほら、すっごい仲良しな。二つ買う予定で。え？二つも買うの？めっちゃ可愛くない？すっごいな。いつも前も来たんやけど、前もこうやって寄り添っとんので、めっちゃ見とんの。こうやって僕らは引き離さないでみたいな感じでめっちゃ見とんの。ちょびちゃん先生、太贵だわ。で、インコ？でもナジュルちゃん見て、個人的にはな、ウズラもいいよねって。ただウズラは多分めっちゃ逃げる。买了两只鸟，配件一个箱子，一袋鸟食，这是不带壳的鸟食，现在吃的鸟食，恒温器，还有就是加热的，加温器就是怕晚上冷，还有一个是鸟喝水，喝的水里边加点就是这东西。然后我闺女为小鸟买了这个小玩具，所以加上鸟。整体加一起33,035日元，2,000人民币，2,000人民币。为了我闺女高兴，可以吧？所以现在组装。这小鸟也是个生命的，所以这小鸟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有那个爱护鸟的心才可以养，因为它有可能生病啊干嘛，一定要再去医院啊干嘛的，不然的话这小生命就有可能不在了。所以我买完之后，但是因为我闺女一直想要，我买完之后。说实话，稍微有点小后悔。后悔的不是说钱的事啊，就是因为是个生命，我怕养不好，就后悔在这儿。我ずっとそこにいる。啊，嗯。啊，こっち見とる。はい。可愛い。あ、でも可愛い顔してんけどね。好了，在我老婆的努力下完成了。这个是温度检测器。啊，那个地方那个是加热灯。现在开始把鸟放进笼子里。全部かけようって感じ。别咬！小鸟吃！小鸟吃！哎呀妈！别咬我，小鸟！别咬我！别咬我！你等！别咬！别咬！别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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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鸟！小鸟别！我们的家庭新成员两只小鸟，好了，就放这儿吧。一个星期之内要把盖上，要用这个东西给它盖上，就防止它那个害怕。好了，让他们在里边适应一周之后再把他们拿出来吧。我摸一下，来个硬菜。
哎，吃饭吃饭，好辣椒，小白鹿，记住我。开始做。所以说，皮皮，鳥飼ったから、これからもこの店をしたて。いい？鸡腿来一个。嗯。来。我妈呀。来爸五个。哎，那是你的儿子。这个专业人做的呀。妈。妈。肯定比我做的好吃啊。美味しい。あのさ、アニアのゆうちゃんのあの、え、どこ中馬店やったっけあれ、うん、有名な鴨の。あれの武漢やそれ武漢か、うん、武漢の有名なあの鴨のやつの味なんやけど、うん、あれ辛すぎて食べれんけどこれやったら同じ味やのに辛くないからボンボン食べれるそうでしょ、うん、今日は食べたの豚肉も同じ感じ、うん、めっちゃ美味しい你看鸟在那儿就这个柜子里小鸟在里边因为买回来一星期不能拿出来要让他们适应环境今天这个鸡啊这只鸡是从那个胖老弟那儿我去吃饭特别不好意思啊连吃再拿人家不但不要钱我走的时候又给我送了两个猪蹄儿又送了一只鸡我天哪我说哪呀这弄的你把我弄得特别不好意思啊所以再次谢谢我胖弟弟感谢感谢也ここ食べて何でそこにここ嗯好吃吗肉来あげるあげる。美味しい我胖弟弟家做的这个鸡腿真是很不错很不错啊我闺女一个人啃了一根鸡腿证明我做的很少这样吃法。好了今天视频到这儿了最后让我老婆教大家一个日文鹦鹉胖胖往里放不吃柠檬不吃了老爸的水不能喝了你要这样的话你就下去了又开始了又开始了再给你鹦鹉。好了，我们这期视频到这儿，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この動画がもし好きだと思ったら、いいね、コメントをお願いします。